你的苹果肌串搞了吗？苹果肌是什么？苹果肌又称笑肌，在眼睛下2公分的肌肉组织。笑的时候呢，肌肉和脂肪挤压形成苹果肌。那不笑的时候呢，苹果肌是藏在脸颊的位置。导致我们苹果肌下垂的两大主要原因是什么呢？首先是先天因素，先天脸部骨骼的支撑不足，多是因为遗传、后天骨骼发育等造成的。第二个呢是后天因素，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，胶原蛋白和肌肉不断的流失，我们的苹果肌不断的下垂凹陷，就会让我们看起来显得苍老无神。我们的每人都能每条添加1500毫克的亮氨酸胶原蛋白。是可以直接作用在我们的肌肉上，可以提拉紧致，打造苹果肌。美人动的五大产品优势，首先是专为 TST 特供的专利山竹提取物，与知名药企联合开发，被称作可食用植物玻色因，是可以吃的除皱去红。每条添加的桑橙素苷有效成分萃取物相当于100颗山竹。第三，每条添加1500毫克的亮氨酸胶原蛋白，可以打造苹果肌，是可以吃的热玛吉。第四，零蔗糖、零脂肪、低热量，每条约17.3大卡。第五，零色素，颜色来源于4大天然补充，同时我们的美人动拥有强大的背书支持，10大专利认证和2大国际生产标。